来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圣诞节又来喽。通常我们都会怎么庆祝圣诞节呢？我们会不会以吃大餐和朋友一起唱歌，还是跟亲友们一起团聚等等呢？但是这是真正圣诞节的意义吗？圣诞节对我们来说又是什么呢？让我们来一起听听第一个圣诞节的故事吧。Thank you.